哇，这料子硬啊，有点夸张。好舒服，这灯压上去，看到没有？颜色还有它的一个种水各方面纯度都是很到位的。哦，哇，这雨有点大。我湿掉了，我整个。哇，这房子也很大，那边。哇，很少有建汉族的房子有那么大的啊！今天的话，咱们来到的是一个老前辈的家里，前面下雨啊，都没能来得及到外面跟大家讲。来，我进去看一下，先等我一下。哎，林姐 ，Hello， 我到了。Hello。要来了，要来了。哎，你家？没雨啊？没事儿，风调雨顺，对不对？你家这里占地有多大呀？一亩吧。一亩吧。因为是之前是这样子的，之前的话这不是要盖房子，哦，要建房子，后面没建这样是吧？哇，那你这个我很少见汉族的地那么大，一般都傣族的啊。等一下，我好好拍一下，我拍一下。你可以走过去也看一看嘛。哇，这边还有。哇，那里还有。对，这里还可以再建一栋房子，其实。哦，哇，你那个花养的也很好看。夏天这个花开的很妖艳。这个蝴蝶兰吗？知道你要来了。什么兰花是吧？对，这个也是蝴蝶兰的有品种。蝴蝶兰也有品种。人家进来都说有钱人才玩兰花。对，真的好漂亮，你看这个花开的，很妖艳啊。主持人，你可以放大一点给队友们看一下。哎，不知道你们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这样子的兰花？像云南这边的话，种兰花还有石窟的话是比较多一些的。这里应该是那个现在住的地方，对，我们自建的房子。嗯，自己建的，这里出来就是鸟语花香的。你看这花真的是蛮好。嗯。我就想要有一栋这样的大 house 啊。加油努力！你看他在偷笑，他也很羡慕。是的，其实像这种房子的话。住起来会比较舒服，对，舒服。这边的话，我感觉如果说呢，就是以后那边再建起来的话，也会很舒服。嗯，就两栋嘛。对。或者是这边你打算全部拆了一起建吗？这个话可能暂时会只有想建那边。啊、嗯。就现在就说是要，经济回暖嘛，就想要盖一点什么像是公寓啊，像是公寓。对。公寓啊。可以。因为那么大的地荒着也是浪费。哎，我感觉到时候。姐，你建好了，你可以来这租。对对，可以。大可以欢迎，打折整个两年啊，因为这里的话，这里的话到市区的话也是特别近的，就在边上一些嘛。就现在的话，而且现在已经在建了，已经在建了，很多在建是不是？对，都在建，而且路的话也很好走，原来的很宽。对，原来来我们这里的话要很蜿蜒绕啊。对，差不多从城里面到我们这里至少要20公里，现在很宽。现在就不需要了。我公司刚刚从公司过来，就花了5分钟都没有。行，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料子吧。好，来吧，好，行。我刚出门的时候都没下雨。哎，对。我先跟你说一下，因为我也是急需用钱，所以说，我报的就给你不说什么价了。啊，可以。那就更方便了啊，咱们的话。就干净利落一点，更快一些。其实这林姐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我真的是要挺感谢她的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那会儿上大学，你也知道啊，林姐，我读的警校嘛。然后4年我读了，如果说我不去当警察，那我就真的是废了。然后我想着，我都读了4年，那我一定要考警察。后来是怎么接触翡翠呢？就是。啊，林姐，我家里是做翡翠，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一堆石头，我一点都不感兴趣。那像你们家有那么好的资源，你不利用，我觉得太浪费了，太可惜了。对啊，就你劝我这些话，我也听进去了。还有一点，我就觉得，我看你玩那料子，也是做的特别好。对啊，一块不起眼的料子，你就那个小料子，是不是？对。打动了你的心，雕出来那么惊艳我，然后就一切那个石头啊，一切一刀都是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的话我就爱上了翡翠，开始着迷于翡翠，去研究石头去了，知道吗？研究翡翠的魅力。那为什么一直劝你说家里面有那么好的，就是给你打造好那么好的环境，完全可以去利用它这个资源。现在利用好了，利用好了，对。咱们快看一下吧。这个料子，哇，这是的，这早就已经修的了。这个料子，准备好你们的双眼啊！色料，你看看，哦、这开窗有多大？这么大一个色料，哇，这边也有，哇，这边也有，全开窗吗？满窗，哇，这料子硬啊，有点夸张、啊。好舒服，这灯压上去，看到没有？
颜色还有它这个种水各方面纯度都是很到位的。这个料子的话，可惜就可惜在没有手镯位啊，但是你看它几乎满肉满色，看到了吗？没有手镯位的一个情况下，但是它的一个纹裂情况的话是很好的。你看这么大的一个窗，直接可以做牌子了啊。嗯。这边也是一灯就直接可以做牌子的东西，你看这边。这个货的话，你要做什么大牌，完全是可以的。对。当时这块料子的话，其实我想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先留着，想好做什么再做。但现在。做什么再做？对，又觉得好像，家里面有要用钱哈，就觉得哎，先拿出来先应应急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料子有点可惜，你知道可惜在什么地方吗？他把窗都开完了，完全没给我机会呀、啊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这个越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停不下手。直接做货了。嗯，这种的话就是顶级的一个收藏级别啊。他不是说原始的一个皮壳全部都给你扒走了，他还有原有的一个皮壳在上面，你直接做一个收藏的一个级别的一个货啊。你想做货了，你再拿去切一刀啊，都是可以的。料子很顶啊，像这一块料子啊，就是你做收藏，然后你想要什么时候做货了就拿出来做货啊，因为它很明了。像这个料子的话，从皮壳来看的话，它是一个磨弯机的一个料子啊，磨弯机、嗯、是的。这料子的话，你知道它最可贵的一个点是什么吗？小顺看那么大半天没看明白呀、啊、这个料子它满肉，你知道吧？大家都知道色料的话，它是一个铬元素浸入到它的一个玉肉形成的一个绿色，对不对？像这一个料子，你看它全部开窗出来，达到一个满肉的一个效果，其实是真的是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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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得的。大家都知道色料的它一个变数其实是比较大的，嗯，这个全部开出来了啊，满肉，完完全全没有一点点变种，对，不变种，全身都是肉，达到哪儿绿到哪儿，就是你不用考虑切开里面是什么样子。而且这料子的话，你别看它在我手巴掌上啊，它的一个量的话是很大的，你能做很多件货，嗯，而且都是绿的。这个货说实在的，只有现在那个不让全部拿出来，真可以这个货。那咱们就不报价了，来吧，来吧。这样吧，我也说了，我才来，我还没看货，我就跟你讲了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你也看到货，的确我也没有穿进去，也是好东西，嗯，就这样子吧。嗯。我也，你也知道我。你这个大鸽子蛋也挺漂亮的，我觉得。这个早了，这个早了，很早以前弄的。很早以前了。对。来，那这个。这样吧，我多的不说了，就是好听一点，啊，160万。160万，对，哇，这价格的确可以。嗯，满肉160。我感觉这个可以做了传家之宝啊。可以，可以，完全可以。嗯、这东西给我，我是舍不得动哦。舍不得动是吧？满色的东西，真是好东西。我是没见过这种满色。其实我也只是把窗给它开了，嗯、我也舍不得动，你看就怕弄了以后。如果说不合心意，就肯定的，就先摆着，没有那个摆着。就你想好要做什么，你再去做，对吧？嗯、你看他那个，他都没见过这种满色的东西啊。满色是真的。来，斜光灯再让你们好好欣赏一下，我要准备跟这个林姐谈一下价格了啊。来，看到了吧？这些。有点夸张了。你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来，理解这个的话，价格的话，差不多了，你还要谈？就少谈一点嘛，不砍价没有灵魂，他们都是这样说的。我也说了，他来我就跟你讲了，这个料子，你看到不看到都是好东西，其实、嗯、对，我也不想说太高价。你说这个东西，如果说是我说一个，200，应该不过分，真的不过分。不过分，这样的料子拿出去价格200，太难找了。对对，那这样子嘛，你看一下110嘛。啊，110，不要那么狠嘛，砍个50万吧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是真需要用钱，因为你看我的家那边，我也打算要盖那个公寓。嗯。现在你也知道，什么钢啊，各种啊，那些建材它都很贵，真的需要钱，不然的话我也，是吧？也不是这样跟你那个。那理解，我跟你说，其实你刚这个价格呢，怎么说呢？160确实是看得到这价格，但是你看。这料子我压在手上，它也是一个钱压在那里，这种料子而且也是要等客户对装，对不对？那不然我就要放在那里，那我也需要一个周转的一个时间，我也要空间的嘛，你就让我一点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你看
这个料子我们先糖嘛，我能加一些，但是可能就加不了很多。如果你觉得 OK， 你就漏给我。你真的不够多少钱，你先跟我说，我这边先借给你嘛，对不对？太会说话了你。这样子你也加一点，嗯，我也你也退一步，各位退一步，那一步到位，我也不5万5万给你加了，那就120嘛，再加一点，120、最高了，最高了。我跟你说，30万能干好多事情的，真的，因为说实在的，这个料子我也跟你讲了，如果说是我跟你说，我没那么长时间，是不是？嗯，我跟你说200万，你能不能看得到？200万的话也看得到，对。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也是要赚钱的。我知道你要赚钱，但是这个有点太低了，再高点。我也跟你讲了，我急需用钱，不然我不会拿出来这个料子给你看了。就这样，就这样理解。我真的是，我也是说话算话，就120万。然后你这边如果说你还差一点的话，我可以先借给你。这个我刚刚也跟你讲了，120万压在手里，我也要有个周期要卖。就120了，可以了，再加再加一点点。我这样我也不说那个，我们就是再加10万，130万可以吗？120、130不好听。120，那我可以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料子那么好。行了，真的120万，快点，你看我都等着跟你握个手呢。哎呀，10万块呀！哎呀，可以了，好吧，120，可以。来这边钱的话，我就你看尽快，你要现金还是说银行卡？银行卡的话，我马上可以给你走。现金我就过去拿一下。银行卡吧。可以，那你把卡号发到我微信上。可以。行，来咱们的话，最后再带大家欣赏一下这个料子啊，来。哇，这个位置打过来太舒服了，有种有色有水，看到了吧？黑石头，你不用去担心它的一个种的问题，种绝对是到位的啊。来这边，看到了吧？来，行吧。你就先记录到这里吧，小帅，我要去看一下他那个兰花，我要买几盆回去。要不要拿给你？不要，没事。来，如果说你也喜欢翡翠熊杨老师，看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爱你们。